教各位一个玩游戏的技巧。哦，这是在一波七的各位注意听哦，玩游戏的技巧，四个状态会被推掉。当你遇到现在这种窘境的时候，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开不懂，开不懂，哎，开不懂，哎，开不懂。哦，还记得百姓有用过怪物的绝招，对不对？有用过怪物的招式来打怪物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玩一个不一样的。看我刚刚是不是算错、啊？六九八六乘上八加上六六六六，为什么刚活下来？是七下吗？看为什么我刚活下来？我是不是算错了？六九八六乘上八加六六六六。对啊，我刚为什么活下来？有点纳闷，哦，有点纳闷。哎，八的线，结果是九。哎，你发现了？我一直以为他是大的巴哈姆顿，他那谁设计到九啊？你要弄死谁啊？我操！对啊，我看。你要弄死谁啊？你弄九 combo， 我都已经叠住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快满了哈，快满了哈！满！叮叮叮叮！龙科脉动啊！哎，十八不是六六六？哎，那刚为什么是六六六？我换队伍了，是不是？靠背啊！完蛋了！哦，去灵柩吧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啊、哦，三消！啊、哦，哎，对啊，为什么我血量变不是六六六六啊？叛起啊！对啊，为什么不是六六六？三消小强化出的实力。哦，基本上我看我玩过三消，应该都知道了。我三消基本上应该是无能人出其右了哈、哦。三强化无盾就是我啦，哎、欸，啊、哦，三个强化珠全部都消到不见的那一种，哎、欸，对 ，it's me， it's me。亏，等一下，开。风笛，风停靠在窗口，自查没把我的风笛带走，只想一个人躲起来，怕回忆找到我。一连串的刺痛是谁在捉弄？不要再窝了，不要再窝了，薪水，所以现在是有火很多，所以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忽然间觉得转速时间变好长哦，
哦，一个暗哦，两个木哦 ，OK 啦。啊，因为我换角色了哦。吴世强，我等龙科给树王，有啊，那不是吴世强吗？哦，对哦，你说队长的问题哦，我知道你意思。其实大家都在期待那个有没有？那个有没有？哎，对，大概等于七 combo 都改嘛，啊，大概等于九 combo 了，九 combo 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九 combo 有点夸张哎，我现在打一打，好像九 combo 有点难呢。真的天降不给脸就不要脸了呢，对，不给脸就不要脸了。水星没几颗哎，再下去就会 GG 了。现在好像不一定会，我算一下。21072乘2加上62424，这样48386，不会死不会死等下没有全体啊！哎呀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我血够多。那个熊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按一下技能吧。干，开错技的顺序，回一下好了。留中间好不好？咱们商量一下。哎呀，好听话，超听话的，我喜欢。13000而已嘛哈，我喜欢。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不要翻车。我喜欢，我飞。Oh my god！ 我的风铃不见了。我的锋利不见了 ，Where's my 锋利 ？OK， 这时候叠珠就对了，怎么是在下一关叠嘞？是不是？看我的手动叠珠哦，手动的哦。他妈，你要杀死他！下手不要那么狠哦！啊 ，no， 懂呆，懂转，好嘎仔，我怕他给我转掉，你知道吗？懂呆 ，OK，OK，Let's ride，Good。梗，老大，你要去哪里呀？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他就补很多血了。我现在再用一个叠珠的技巧。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啊！空转，你妈妈的嘞，会不会死啊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
哦，留个水珠哈。喂，干得好啊你啊！我领好书卡好大嘴叫嘞，干这嘛手转的艺术丢啊丢啊，是手转的艺术丢啊！妈妈的嘞！哎、欸，这样犯规啦！哎呀，好做叠珠，做叠珠。叠，就不看哦！我操，痛啊，痛啊，哪里痛？心痛啊，心痛。感觉就是一直手转就对了，啊，不然你还有第二招、啊。哎呦喂，七八再一个啊！龙头脉动啊，把我气掉了，你老师哎！我刚刚是要开龙坑，没按到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一个整个吃天降的关卡就对了啦，嘿啦嘿啦，吃关吃天降的意思丢，嘿啦嘿啦嘿啦，吃天降。七，嗯，可以撑啊，不能说可以撑一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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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喂，六七八九。谁说小剑是天降神的？谁说的？这个龙克、哦，这个哎、欸、靠北啊！我龙克还没 key 耶。哦，再补，再补，我等下就补。我这次打过我就补给你，嘿，这次打过就补给你。你要知道龙克嘛，我在不在？切开、哦，哎、欸，要消一组哦。哎呦喂！为什么要消暗珠、哦？我怕我打他打太痛嘛。OK， 你看，我刚就讲了，我就说我怕他打，现在尽量做强化珠就丢啊。哎、欸，你要做暗墙也 OK 了，无所谓了，再你送。尽量做强化珠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尾王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嘿。干，哎、欸，他就一直给我吃天降哎、欸，天降一直把我强化珠吃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画面怎么停在那里啊？动一下啦，动啊动啊，没熊猫九七九太吃力，不是太吃力就非常吃力，哎、欸，毛逼的你老师哎、欸，鞋冲啦，但欧啦欧啦，观众都没看到，林老师我个几个。哎、欸，九七盾有点太硬了啦，没有熊猫，还是用巴比伦的。真的、啊，九七盾太夸张了，看、嗯、我都吃天降的啊，不是，不用，那个是传输的问题。来了啊！三颗还 OK 啦，哦，强化的、哦，做强化。
过来哈、哦，这个谢谢 M98381 哈、哦，谢谢。我来强化，我来强化了。讲中文听无，讲中文听不懂。哎、欸，哦，错者，看出现骷髅头，还没错者。不要乱用骷髅头符号当做那个，会让人家误会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关就给他磨过去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是攻后哎、欸，所以那个状态会在、欸。I'll see。see 啊 ，see 啊。速战速捷哦，阿伯你就要GG啊、哦！我的强化猪啦，我的强化猪啦！我领导输嘞，流水，流水。流水就对了，流水就好。快哦，快哦！各位可以先刷一波气了，没关系哈、哦，嘿，先刷，先刷，没关系。开机的顺序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想一下，教各位一个玩游戏的技巧。哦，这是在一波期的，各位注意听哦。玩游戏的技巧，四个状态会被推掉。当你遇到现在这种窘境的时候，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开不懂，开不懂，哎、欸，开不懂，哎、欸，开不懂。哦，还记得百姓有用过怪物的绝招，对不对？有用过怪物的招式来打怪物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玩一个不一样的，注意哦，一波气刷，继续听，什么叫做不一样的？叫做自动放弃。注意看哦，什么叫自动放弃哦？哎、欸，自动放弃哦。我看一下，自动放弃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自动放弃，有没有看到？自动放弃，没看过吧？玩神魔之塔这么多年，这么久了，三年来以来没有看过有人自动放弃，为什么？因为状态你要让它出来啊，这就是技巧啊，群众压迫，注意看啊，各位。我推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一波气，我看到刷很久了，我不会让各位失望了，各位，看到没有？自动放弃技能还没看过吧？保证实况界三年来第一次看到实况组把技能放弃的，哎，自动放弃啊，外加推挤一波啊，唔忙出钱啊。自动放弃一波，推吧！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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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哦！一波七刷的好，要能够控制你的技能，还要控制放弃你的技能啊，知道吗？不然你会推错人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了解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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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O，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，不用自动放弃，
就可以直接推了。